老板你好，我还没加。杜秋明来，牛腩面，一个牛筋啊，还没叫到牛三宝。牛三宝要牛筋、牛刀和牛腩咯。哦，哎，厉害啊！特别建议我先加杜秋啊。杜秋啊。杜秋，好吧。大的。大的。大的。OK， 来。了哈，会使。你三米这边嘛。哎呀，这老了。Yes。哇，比他该水。Plus plus。哎，头家都已经点开闸器啊。开闸器。哦 ，OK OK。你是那个日本是哪个孙啊？哈哈。啊，是拄着伊 Facebook 攻击啊。我到 Facebook 攻击啊。啊，我都唔知。我跟那是唔知啊。呀，你快走开，我吃啊。好啦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这个是来给啊，他们在这个汕头街那边早上有一间云吞面的专卖店，汕头街他们那边有云吞面、牛腩面。他这个是日本新路啊，有一档，很出名的牛腩面啊，云吞面啊，他是他的孙子来的。都今天我们是到这个是猪脚面啊，今天带妈妈来吃，不可以乱吃东西，给他抓到人家。猪脚很嫩，这个是。猪脚面，猪脚，猪脚面麻的，啊，这里把人弄飞了，回家。它的臊，哇！听说它的牛腩面真劲，可惜我只可以吃猪脚啊，今天。
猪脚。